守候若曦十四爷林更新俊俏外形被一票粉丝拥戴，日前他现身机场被狗仔一路跟拍，粉丝护主心切与狗仔杠上。我没有动你人，我就拿一下你的书包，你刚刚打了我的脸两下，我可以报警。我指着你啊，我可以报警。穿着粉红色外套的女粉丝与狗仔互相叫嚣，并不断怒斥狗仔怎能动手打人。画面曝光，林更新随即在个人网站转发，还po文呛虾。林更新微博发文怒斥狗仔，他说道：“现在的狗仔都怎么了？为所欲为了吗？你真是当我面打我粉丝一下，我也会放开揍你，绝不含糊。”痛斥狗仔怎能动手打人，字里行间看得出来林更新火气不小。毕竟十四爷错综复杂的新恋情，让他不管走到哪都有媒体跟拍，这回又有粉丝挨打，让他实在忍无可忍。这也让人联想到天王刘德华，同样也对粉丝关爱有加。真有这种粉丝、啊、出席电影宣传，粉丝差点冲上台与保安发生冲突，刘德华不顾活动正在进行，赶紧上前安抚粉丝，并拜托保全别动手，护粉心切的形象也被一票网友称赞。看来明星与粉丝的互动还真是鱼帮水，水帮鱼。这影片于综合报道。